你们敢信吗？90%以上的中国人刷牙的方式都是错误的，这就是为什么你每天早晚刷2次牙，仍然会有坏牙或者是牙周牙龈的问题。这个就是因为啊，你刷牙的方式错了。看过我视频的人都知道，我老公在美国的牙科诊所专门为别人洗牙。今天呢，我就请他来为大家普及一下，怎样才是正确的刷牙方式呢？像我们家选牙膏呀，也是特别严格的。第一个呢，咱们要选那种使用感觉好的；第二个呢，要选刷得特别干净的。像我们家呀，一直都在用这种安娜美姬意大利小苏打牙膏，这里边是食品级的小苏打，用起来特别的舒服，泡沫特别的细腻，而且还有淡淡的薄荷味儿。像我们平常爱喝茶呀，爱喝咖啡呀，牙上有咖啡渍、饭渍啊，它呢都可以帮你刷干净。还有你牙有一些外源性黄的原因，也可以帮助到你，让你的牙齿看起来白白的。下面我们就请男一号来为大家普及一下正确的刷牙方式。好，开始吧。行，今天就献丑了。刷牙呢，因为我们从小到大，可能很多那个老师教我们都是那个横着刷、来回刷或者上下这样刷，其实这些方法都是不对的。因为这样的话，就牙虽然能刷干净，但是也会伤害到牙龈吧。所以我们刷牙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牙龈，然后同时还能把牙刷干净。其实正确的刷牙方法呢，应该是转圈刷。转圈刷其实是一种最有效的刷牙方式。就无论你是有时候在家刷皮鞋啊，或者是擦窗户啊，或者拖地啊、擦地啊，无论怎么样，你只要来回蹭。可能你能蹭掉80%-90%，但是如果你转圈擦的话，都会是最有效的方法。所以刷牙也是一样的，就是转圈刷，小小的圈圈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刷牙的要点呢，就是这个刷，就是刷牙这个角度呢要变成45度角，这样向上刷。然后刷下面的牙的时候呢，也是这样45度角，然后这样转圈刷，然后刷上面的牙是这样转圈刷。可能刚开始很多人从来没有那么刷过，会有点难受啊，会有点敏感啊，但是这个习惯了就好，就是可能坚持1个礼拜、2个礼拜之后，那个就可能没有那么敏感了，然后牙龈的那个炎症消失了之后，刷起来也就，牙龈能感觉到的也就更少，所以就不会那么痛，也不会那么敏感。你说用电动牙刷刷牙好，还是用那个，普通的牙刷刷牙好？其实作为我们牙科来说的话，我们是没有特别推荐，就是手动一定比电动要好，或者电动一定比手动好，只要你刷牙的方式正确了，其实都是效果是一样的。关键的呢，就是电动牙刷你就不要用手去刷了，这样的话会增加它的那个力度。所以大家就是就是用45度角轻轻的这样划过所有的牙齿，让牙刷自动刷就可以了。然后45度角下面也是一样的，就是让它自己来工作。而且呢，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电动牙刷不要太使劲压在那个牙齿或者牙床上，太用力压的话呢，这样就会导致那个它的那个叫什么力度会增倍，这样的话会伤到牙齿或者牙龈。还有一点就是，无论是电动还是手动牙刷，大家都要选择那个软毛的牙刷。因为那个，如果你用硬毛牙刷的话，哪怕就是你在桌子上或者是椅子上这样刷，用硬毛的去刷，可能刷个5天10天，你就会看见那个桌子或者椅子就会磨坏了。就牙也是一样的，牙龈也是一样，就是轻轻的刷，然后用软毛，不要太用力，不要用硬毛牙刷。这样的话呢，牙龈和牙齿就不会因为长期的用力过度而磨损掉。好了，谢谢。